陈鸿先不认为称某人为老娘惹的行为会在沙巴被接受。另外，情侣与家人失联三周事件备受关注，其中一名失联者的母亲遭到网暴。完整新闻请看9月30号的百格大事记。晚上好，我是景龙。槟城23岁华裔女子武莹莹和21岁男友吴明松9月4号到泰国旅游之后，和家人失联3个礼拜的事情引发全城关注。失联者之一的吴明松，他的母亲陈丽丽表示，他会在明天10月1号到吉隆坡找政府部门和拯救猪仔的组织，如果没有进展，就会到曼谷警局和驻泰国大使馆，甚至是监狱，直到知道儿子的下落为止。他说啊，就算儿子是犯罪被捕，被捉去了监狱，或者是被拐带当作是猪仔，他只求孩子平安无事。陈丽丽提到了，当吴莹莹的失联贴文和新闻出现之后，许多网民谴责他儿子拐带人家的女儿，亲戚就为他打抱不平，帮他在社媒上写了寻找儿子的贴文，澄清两个人是一起离开的，并不是谁拐带谁。另一方面，东北警区代主任李瑞士透露，警方目前只查证到吴莹莹的出境记录，她男友方面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警方已经向外交部寻求支援。另外，此事未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暂列为人口失踪来调查，希望尽早来查出真相。国政在柔佛马哥达补选以超过20000张的多数票狂胜国盟之后，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外补选，那接下来就是沙巴选举了。毕竟沙巴上一次的选举就在2020年9月，距离5年届满只有1年左右的时间。沙巴国政主席邦穆达早前声称，马哥达补选的胜利证明了国政和西盟方程式可行，也应该用在沙巴选举上。不过呢，行动党亚庇区的国会员陈鸿坚则有所保留，还特地提到了阿克马早前抨击郭素庆老娘惹的事。他不认为称某人为老娘惹的行为会在沙巴被接受。陈鸿坚说，任何合作都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极端主义文化在沙巴不会受到欢迎，如果武统无法控制或处理，青年领袖无畏地推动自身的议程，那会在沙巴政治当中付出代价。他认为政治论述应该避免人身攻击，而邦穆达应该考虑如何处理这些课题，再来讨论合作的事。乌青团长阿克马的言论再一次的引起非议。公正党柔佛州青年团团长穆罕默道菲指出，阿克马日前称柔佛州无需成立团结政府的言论和当前政治现实相悖，同时也显示阿克马对国政与西盟之间强大合作的漠视。穆罕默道菲认为，阿克马应该谨慎发言，尤其在马哥达补选之后停止发表分裂团结政府的言论，以免引发各联盟之间的紧张局势。他也提到，2022年柔佛州选的时候，国政只赢5166张的多数票，但是呢，在这一次马哥达补选中，国政的得票增加了42%，显示西盟支持者的转向，也证明团结政府的成功合作。他强调，阿克马的傲慢态度可能会破坏政治和谐，尤其涉及到正努力巩固的团结政府原则，或将会引发各政党之间的紧张局势。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今天出席全国消除贫穷研讨会开幕礼的时候暗示，将会在10月18号提呈的2025年财政预算案停止补贴超级富豪，尤其是对他们子女的教育。首相安华指出，明年的财案将惠及真正有需要的群体，同时会通过停止对富人们的补贴来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体。政府并不希望任何人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而在国家发展中被遗漏。他以教育领域为例，称与穷人相比，富人的孩子更能够享受到政府津贴学校的教育设施。Sekarang yang saya dapat faham.Majority memberi manfaat kepada golongan yang elit. Orang-orang kanan pejabat awam, pimpinan politik, pengusaha-pengusaha terkenal, itu semua dihantar sekolah-sekolah terbaik yang dibiaya oleh kerajaan dengan kadar yang tinggi yang sebenarnya meletakkan kita dalam keadaan paling tidak munasabah, tidak adil. Sepatutnya kalau anak orang kaya itu dihantar kefakulti kejuruteraan yang Melayu atau Cina atau Iban, kalau dia bayarlah.
Jadi dengan cara itu kita boleh menampung kekurangan. Kalau tidak, subsidi ini berterusan. Hasil ini akan digunakan untuk membantu tambahan kepada rakyat yang miskin. 安华提到，新经济政策最大的成就便是社会流动性，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如今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这些孩子也能够到理科学校马拉理科初级学院，或者是江沙马来学院。来跟进 GISB 控股儿童之家丑闻的后续，内政部长蔡福丁公布了数据称，警方总共开启了80个调查档案，涉及592名儿童和359名跟随者。他说，警方关注的是剥削妇女儿童的案件，该局将根据至少四项法令查案，分别是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令 SOSMA、2001年儿童法令、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和刑事法典。有关调查动员了1226名政府各单位的人员。部长也强调，警方的焦点就是这四个法令的违规事项，至于任何关系到伊斯兰教义的事项，将会全权交由伊斯兰发展局来进行处理。Parkland by the River 豪华河景公寓早前在新山百万镇的销售展销廊隆重推介，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拥有永久地契的 Parkland by the River 坐落在百万镇周边三公里里头，配备了学校、银行、购物中心等生活设施。公寓前也设有超过10间商店单位，进一步提升住户的生活便利性。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地点呢是相当适合这些居住在新加坡、暂时居住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他搬回来在马来西亚，在新山这里呢，百万镇呢购买产业，过后投资产业，过后住在这里。我们从这个项目呢，要去 RTS 刚才说的，就是那个路程也很接近，只有四分钟，没有 traffic light， 是没有红绿灯，直接到那个 CIQ。我们现在目前有的展览优惠呢，就是我们除了有一些折扣以外呢，基本上买者购买的时候是零头期的，然后除了零头期之外呢，发展商将付完所有的费用，包括那个名的 MOT。Parkland by the River 豪华河景公寓距离新柔捷运只十分钟，三种户型任选，丰富住户设施。此外呢，发展商还送冷气、厨房橱柜、电炉、抽油烟机、鞋柜以及电子锁，让购物者开开心心住进梦想家园。早鸟优惠有效期为一个月，购物者现在可以享有限时早鸟优惠，赶快行动！更多的详情可亲临销售展销廊，或者是浏览 www.parklandgroup.my。接着为你带来其他的新闻内容。不法分子在七分钟内就偷走一辆丰田 Alpha 豪华休旅车，这个事情于9月28号凌晨3:50在霹雳怡保的美路发生。车主在网上指出，其 Alpha 汽车与住宅电动门被匪徒轻松解锁，对方疑似使用一种能够破解电子设备信号的遥控器非法操作。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尽管车主已经高声喝止，并且启动了轿车的警报，但不法分子毫无畏惧。整个偷车的过程，从开始解锁到尝试发动引擎，仅仅用了大约5到7分钟。车主坦言，他当下没有出去阻止，主要是担心匪徒可能有外援或携带武器。一名司机日前在红绿灯前接连违规、插队、随地吐痰、闯红灯三宗罪齐犯，引起公愤。网传视频显示，一辆轿车突然从左侧强行插队，司机随后还打开车门吐痰。等到右侧无车辆同行之时，更是直接硬闯红灯离开。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8号下午，许多网民纷纷谴责司机，认为他的行为很自私和缺德，甚至标记警方和陆路交通局采取行动。部分居民为了便利，违例将轿车停放在路边、草场或者是行人道上。然而，行人道上的沟渠盖因为长期遭到碾压，承受不住轿车的重量，导致逐渐损坏。
雪州沙亚南市议员萧欢言接获投诉之后，亲自到石达英比岸第四区住宅区视察情况，并且已经要求沙亚南市政厅跟进问题。他指出，这一类问题一直存在且不断的发生，而近期接获最多投诉的是石达达迈第15区、第16区等等。萧欢言提醒，其实将轿车停放在操场、路边或者是行人道上都是违例的行为，但是执法人员通常会酌情处理，前提是不能够影响交通或妨碍他人，否则仍会依法采取行动。他也呼吁居民不要把车停放在人行道的沟盖上，以免破坏设施。最后感谢收看，也别忘了按赞、分享视频，还有订阅百格，我们下次见。